啊，我伫美国安尼巡回演讲，吼、哦，除了四界鼓励台湾人办报纸，吼、哦，后来我有去到加拿大，伫加拿大即个温哥华，吼，因为遐台湾同乡嘛真侪，我去演讲，伊嘛足欢迎，吼、哦，啊，除了讲到办报纸的代志呢，有呐，因为我真重视即个文化方面的工作，啊，所以有呐。感觉到啊，促成伊组织一个啊，伫海外的台湾人团体，我感觉真有特色，就是叫做台家文化协会。台家文化协会，咱普通哦，伫国外的这个台湾同乡，因拢是组织同乡会，吼、哦，用这个文化做号召的，即算讲温哥华遐的台湾同乡是第一个组织起来的台湾人团体。当然，遐嘛已经有台湾同乡会啊。啊，即、这个大家文化协会开始的是，就是林宗义教授，因为林宗义教授的爸爸就是林默生，啊，是咱台湾人第一个留学美国的即个博士啦，哈、啊，真可惜，伊伫战后就是二八发生的时阵呢，伊在做台大文学院的院长，啊，去哦，掠去了就无转来啊，吼，一去不回头啦。啊，林宗义教授是咱台湾第一个即个精神科。一教授吼，伫台大做精神科主任，啊，后来因为因爸爸即、这个失踪去呢，伊也真对即个国民政府真失望啊，所以伊就到尾啊出国去世界卫生组织，伫做即、这个啊心理卫生的即个组织的总裁，啊是一个足重要的国际性的精神科医生啦吼，啊伊到尾啊就是啊伫加拿大温哥华吼啊踮伫遐。啊、所以我迄阵去到温哥华的时候，我去熟悉，去找伊，啊，伊也足欢喜。啊，迄个时阵，伊伫遐，因其实含一挂加拿大的同乡，有办一间学校叫做福尔摩沙 Academy， 哦，福尔摩沙学院的地方，是讲福尔摩沙学校啦，哦，啊，这是咧吼啊，中学生读的一间高中，啊，就是讲有当时啊，台湾的留学生。伊要去加拿大读大学、读研究所以前，先去读这个学校学英语，学较好势，啊，甲去读大学还是读研究所。啊，底下啊，有拄到一挂真热心的加拿大的台湾同乡，啊，像讲其中有叫做张邦良，啊，施兴国，啊，这个许建立，哦，林仁生，哦，几个拢是啊，我感觉拢是迄早期台湾的留学生。第一批去加拿大的留学生，哦，咱大部分留学生是去美国较侪，但是去加拿大的，其实因出国底下三四十年了，伫加拿大的社会嘛，拢已经有一挂成就，啊，因对台湾的关心，啊，特别因对文化足重视，啊，迄阵阁有一个台湾人的教授底下叫做肖新义，肖新义教授，哦，伊是伫即个 Vancouver 啊边啊一块岛，一个城市叫做 Victoria。哦，爱伫遐大学内底伫教即个东方诶，即个历史含政治，啊，尤其是对台湾含中国诶问题，伊不止啊有研究。啊，因即阵人，迄阵从发起去做大家文化协会，啊，我去我嘛足欢喜，就甲做共同发起人，等于变永久诶会员对。即个大家文化协会后来，我感觉足成功诶，就是讲每一年，因拢会办一个大家文化节。啊，这个大家文化节就是讲，要让台湾的文化和加拿大的文化交流，所以每一年拢对台湾邀请上优秀的文化的工作者，比如讲，因捌邀请林兆亮去遐演奏，因嘛捌邀请李天禄，咱台湾这个布袋戏上个会，哦，啊，因嘛捌邀请台湾的原住民的这个合唱团，哦，啊，台湾的作者艺术家、音乐家啊去加拿大表演。啊，所以伊即个大家文化节，伊毋是讲干呐办一个活动，伊是连续两日至三日安排真侪台湾的文化的表演，搁耍咧呢，足侪台湾的小吃。咱知影这台湾的小吃吼，吼、哦，这外国人食落到底吼、哦，是足欢喜的，就对啊啦，炒米粉啦、碗粿啦、啥物货吼，所有台湾的好食物啊，啊，咱迄台湾同乡拢会晓家己做嘛，所以迄摊位一出来，几百大，啊，搁文化表演。连续三日，啊，上重要是，唔是干呐，让台湾同乡参加，是让加拿大的人来参与，啊，所以真侪加拿大的人，吼，每一年就足
期待这个大家文化节嘞，因为不但节目足精彩，阁好食物，啊，阁用安尼其实帮忙台湾政府做一个足要紧的代志，就是讲，加拿大因为含咱无正式邦交，所以咱驻加拿大的代表，那平常时吼，你讲要去见加拿大的政府官员，还是你要含加拿大的国会议员见面，那足困难的，因为加拿大伊嘛足惊中国。中国对加拿大的压力，就是拢要阻挡台湾和加拿大这个正式的来往。啊，所以咱这个大家文化节当年，在迄三日的节目当中，邀请这个加拿大的国会议员，也是加拿大的政府官员吼，甚至到省长这个阶级的吼，啊，国会议员拢会来参加。因感觉啊，这就是阮国内的一个文化性的活动嘛吼。啊，这个台湾人其实是加拿大公民嘛。啊，所以台湾公民，加拿大公民办的台湾的文化性的节目，因感觉足好的。所以咱的政府的代表，咱驻加拿大的代表，就利用迄个时间，含这个加拿大的官员，也是讲国会的议员，底下来做交流，会当交换真侪意见。这个大家文化协会办的这个大家文化节，最后去由加拿大政府改伊评定为全加拿大第一名的这个。Minority Group 的文化活动，因为加拿大有足侪民族的，就是讲因有世界各地的移民，世界各个国家拢伫加拿大有因的公民，但是台湾人的活动，和加拿大的政府评定讲是全加拿大内底上好的一个文化活动，所以后来咧办这个大家文化节的时候，加拿大政府去补助，边境费来补助，啊，予所有的这个其他的少数民族来学习。所以，咱到了这个大家文化节，办到变作讲吼，逐年拢邀请无同的国家，比如讲啊，今年是台湾和韩国，明年是台湾和菲律宾，后年是台湾和日本，台湾和越南，台湾和迄个泰国，安尼一直办起，这些是足成功的一个文化交流吼，啊，这伫加拿大已经出名了，讲吼，到尾啊，大家文化协会要起一间会馆，因为这个大家文化协会到尾啊，竟然有3000个台湾人的家庭参加做 member， 所以是一个足成功的海外的台湾人组织。啊，要起一间会馆，因为唔是干那当年咧办这个文化节的活动，平常时逐礼拜都拢有替台湾的同乡，比如讲有法律的工作。有要怎麼報稅，有要怎麼這個在這裡參加保險、健康，啊，甚至有環保，每禮拜辦一個那個登山的活動，辦什麼郊遊、旅行、什麼烹飪，每項都有啦。所以你如果去加拿大，去到蘭庫吧，我的建議一定要去參加這個台灣文化協會，去給參觀一下，啊，你就知道，哇，這海外的台灣同鄉在那裡可以做到這麼成功。你去这个会馆的时候，加拿大政府竟然讲出一半经费，帮忙这个台湾人的组织，把这个会馆起起来，买地挂这个建筑，差不多将近买到500万的价票，啊，有在条底下创一个较好的会馆，啊，这就是啊，这个大家文化协会，我特别想讲爱提这个，是因为啊，我伫海外嘛走过真侪所在啦。啊，我看到感觉讲啊，海外的台湾人做了足成功的一个典范啦吼，就是讲啊，大家出外去怀念家己的故乡，啊，变作个台湾的文化，佮介绍较侪当地遐个人了解，啊，佮来甲咱支持，啊，甚至争取啊足侪机会，会当含即个加拿大的政府官员、国会议员安尼做交陪吼，啊，这实在是真好个代志。在我咧做高雄市卫生局长的时候，迄阵蒋中正咧做市长，啊，我拄则讲到张邦良，即个咱的同乡，伊嘛安排Vancouver迄州的国会议员来高雄市访问，啊嘛透过交流，咱高雄市政府佫送伊两只龙舟，迄落咱即话咧飞龙船的龙舟，安尼，啊因加拿大政府嘛足欢喜的，就是讲安尼，所以。我感觉起来就是讲，那海外的台湾人会当大家团结，啊，会当用文化的方法，我相信吼，要和
无邦交的国家建立关系，一直足紧。